宁王罕见大跌，市值蒸发超1000亿，老板身家缩水，沦为香港首富。12月24日，宁德时代股价重挫，盘中一度大跌逾8%，截至发稿报575.51元每股，跌7.48%，总市值1.34万亿元。若按照宁德时代目前的股价来计算，宁德时代当天市值已蒸发超1000亿元。而随着股价下跌，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的身家也大缩水。福布斯实时富豪榜数据显示，曾毓群目前身家520亿美元，仍为香港首富。